悉一组复古风质感大片曝光，随心游走在温暖与青春、干练与复古中，轻松驾驭多种风格，标志性的甜笑与清澈的眼眸，更显示出他在人生旅途中怡然游弋的处世哲学。修身皮质外套，半身裙示范秋季穿搭的正确打开方式。 A 字裙凸显优美身形，白色衬衣搭配呢子格纹连身裙，文艺复古。黑色纱质半身长裙搭配白色修身上衣，黑色蕾丝轮廓勾勒香肩，慵懒精致，伴随层叠飘逸碎花长裙起舞，简约 OL 蓝衬衣干练时髦，眼神坚定。镜头前的陈妍希百变随心，正如生活中的她自在随性。我们来了二中活泼暖心自带温度的她，平日微博中变身高仿号，一秒甩掉偶像包袱的她，都如此真实又自在。也难怪许多网友表示被陈妍希的性格圈粉，以出世的态度做人，以入世的态度做事。游弋人生之旅的陈妍希正在经历最好的时光。